连日来，随着新训工作的结束，各基层部队纷纷展开新兵授衔仪式，以多种方式为新兵送上军旅生涯的成人礼。在陆军第72集团军新兵团，1500余名新兵迎来了他们的军旅生涯的第一枚肩章。授衔仪式上，新兵们庄严地佩戴上列兵军衔，他们即将奔赴基层连队的各个岗位站位，履行一名军人应尽的义务。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已经告一段落。在指导员与班长的悉心指导下，我非常荣幸被评为了先进个人和优秀新兵。此时我最想把我的这份喜悦跟心情给我的父母。在新疆塔城，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新兵营为数百名新兵举行授衔仪式。为了给新兵们一个惊喜，新兵营党委邀请了新兵家长前来参加授衔仪式，亲手为自己的孩子戴上闪耀的军衔，家长们的内心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经过这几个月的历练，我终于从一名地方青年真正的成为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在未来呢，我会严于律己，严守纪律，努力的做一名合格的士兵。在武警山东总队，2000多名新兵被授予列兵军衔。在新兵们军旅生涯的重要时刻，九名新授衔的女兵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新训骨干们专门邀请他们的家人录制了祝福视频，让女兵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收获了更多的感动。从小我就跟父亲聚少离多，一开始也是不理解，今天听了爸爸的祝福和鼓励，更加坚定了我在部队奉献青春和热血的决心。与此同时，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新训大队创新形势举行了携手奋进强军新征程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六名基层优秀官兵代表上台分享自己的军营历程，为新兵树立军旅生涯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和目标。在报告会后，六名代表还走进班排，来到新兵中间，近距离与他们分享自己的强军故事和亲身经历，面对面激励他们不断挑战自我，激发内在潜能，提升自身能力素质。以后我一定会更加刻苦训练，提高自身素质，努力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优秀特战队员，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在武警安徽总队，新兵团邀请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郑尊礼和曾参加过国庆阅兵的退伍女兵曹希月一同为新兵授衔。仪式结束后，郑尊礼老人和曹希月还分别通过讲述战斗故事、指导队列动作的方式，鼓励新战友们要长记职责使命，练强个人本领，走好属于自己的军旅人生路。今天我很高兴参加这次授衔仪式，我将以此次授衔为起点，倍加珍惜荣誉，始终坚定从军报国的理想信念，严格训练，练就过硬的军事技能，用无限的忠诚和百倍的努力去践行我们的铮铮誓言。